吃东西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人而异，所以每一次不管是多么权威的单位推出他们的得奖美食餐厅的名单的时候，各方人马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意见，觉得不一定认同这么权威的单位所给的几颗星啦，或者是最好吃的餐厅。那可是呢，好吃的东西我们相信可以跨过文化界限，所以康熙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我们邀请了不同的得奖的美食来供应在台湾生活的外国人士，他们来品尝看看他们在完全不知道这些菜的文化渊源或者是典故背后的故事的情况之下，是否依然觉得好吃。那我们邀请的得奖代表呢，一共有五位，欢迎你们，各位好。这五位代表呢，他们来自的地方分别不同，然后其中有两位艺人是他们是被他们的朋友委托来代表出席的，因为康康今天代表的是妥中康的那个他的店有那个冠军牛肉面，是，因为我常常去吃嘛。然后他想说，就叫我来这个。OK。可是他的店还是夜店吗？夜店那个冠军牛肉面，可是有的人像阿公阿嬷，他不可能说半夜跑去夜店吃啊。那所以要弄一个白天的，所以在一个咖啡喝咖啡的，但也有卖这个牛肉面。你知道阿公阿嬷多失望吗？就他们本来想要靠这个去夜店，也办妥了他们的事。啊，张馨衍是代表哪一位明星朋友？我是微风集团。OK。对的，阿舍干面。所以是阿舍干面已经是介绍蛮多次的耶。可是实在太厉害了，而且最近又扳回一城，所以就是有得什么奖吗？还是就是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就是美国一个知名的泡面部落客，他评比全世界的泡面，然后结果台湾人就很生气，说为什么台湾泡面这么好吃，居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名次？所以阿舍干面就寄了五包五种口味去给那个知名部落客，结果居然有两样是得到满分。哇哇，对，厉害。所以今天你会吃到跟以前我们介绍过阿舍干面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另外三位他们就是真的得奖的作品的创造者，所以他们会带他们店里面最引人称赞的美食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可是他们五位今天要介绍的美食全部要通过的是在台湾生活的外籍人士的考验。那这十位来宾有的是明星，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其他在做不一样事情的人。欢迎十位，你们好。帅老外是曾经来过康熙介绍他自己所制造的夜市美食。当时我们介绍你的是，之前第一次 Oreo cookie 吗？对，没有错，炸 Oreo 饼干。西班牙来的李大年听说很会唱歌，你已经参加过台湾的歌唱比赛节目了。对，最近在参加那个超级歌喉战。你比赛的歌是唱中文歌吗？中文歌，对。你第一次唱的是什么歌？应该是陈小春的《我爱的人》。对，你是有要让他唱一句吓吓大家的意思吗？唱的，愿意听吗？可不可以就直接唱一句，然后让我们觉得很厉害？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你知道西班牙？真正厉害的歌手 Olivia 小姐出新专辑，是。对，我最近发了新专辑叫做《等等》，然后这一次的主要的概念就是想要表达多面向自在的 Olivia。然后因为最近也办了巡演，那6月8号会在那个好秋戏店。好秋，请他来聊美食，不唱歌会不会太可惜啊？很可惜，因为他就是唱歌好好听啊。有好玩啊，今天有好吃的，开心。是，其实你是每一次只有事情才会在台湾待一阵子，对不对？我一直都在这里，对。都在吗？对，我有居留证。所以你，我们不是那意思啦，不是我也开玩笑。是不是在监狱？你应该开始有机会吃非常多台湾的东西啦。有啊，红油抄手。麻辣火锅、豆干，你看这个桌子上面有一些看起来像是你没有吃过的东西吗？蛮多，很特别，对。你会看到哪一样特别想吃吗？应该是那个龙虾吧，我很喜欢海鲜。既然有人不看麻将牌，很特别的。康康，你有看到这边有一排麻将？有啊，还有骰子，这个还有骰子。请问麻将是哪一位带来的？
吴师傅你好，我特别介绍一下，他是来自那个俏江南，然后他有一个很厉害的丰功伟业，他参加一个很大型的那个烹饪比赛，就是世界各地很知名的厨师，然后在那场比赛当中，他打败了法国米其林的厨师。 在吗？我不在，只是听我姐讲的。是因为玩麻将赢的。那你有看过大S跟汪小菲吵架吗？没有。那我们另外做一集。这没有。所以这个麻将牌看起来，康康，你觉得这麻将牌看起来是甜点吗？还是应该是甜的吧？哦，大概材料你猜得出来吗？应该没有毒淀粉。<笑><笑> 这个你大胆放心，所以请问这个放心，糯米吗？没有，那个白的是用牛奶，牛奶，对对牛奶，那个黄的是橙汁儿，那个柳橙汁儿。哦，所以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这叫传统麻将。对对对，这传统麻将吧，这算是一般的菜名吧。你没有办法想一个关于食物的东西。食物东西我没想，我就给他想，到时候叫做赌神，对，非常想，就是说。 大山，大树席啊，山里面会啊这些，可以点。我看到桌上有一道是我们常见的东西，是烤鸭哎。啊，是烤鸭。烤鸭是哪一位的作品？陈先生。所以，在台湾烤鸭要出头，敌人很多吧？蛮多的，因为坊间蛮多烤鸭店。那你得到的奖项是？2008年烤鸭达人冠军。 你本人吗？没有，老板。那时候还是学徒。林师傅，你好，请问你今天？我是鼎鲜海鲜。我今天来最主要主题的是一个NO冰淇淋，哇，茶冻。哇，因为这道菜是上上礼拜有得到一个金风奖，那个副总统夸奖，我们董事长去领了。 已经是俏江南的代表之一，是错了。我如果到俏江南必点的一道菜就是山城极品毛血旺，非常好吃。上菜之前呢，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菜色的是我们的阿基师。啊，是又要来问问题了吗？阿基师除了问问题之外呢，阿基师最近自己出了一点问题。会有什么问题呢？阿基师前一阵子被报纸拍到他跟女生去上。 Motel，请问陈汉，请问一下，你朋友去 A 汽车旅馆 ，B 宾馆，三饭店，请作答。你刚刚说 A 跟 B， 然后三呢，所以你已经疯了。稍微提示一下，A、B、C吧。啊 ，A、B、C 啦哈。而且你应该都去过吧？啊，是是，没有问过他。 选择 motel， 然后不去饭店。他说，因为 motel 的话就可以直接开车进去，饭店的话你还要走路经过大厅，很容易被拍到。那结果还不是被拍到？是啊。那我觉得其实也蛮正常的哈，代表说哈他是一个正常人嘛。而且你知道偷拍他的记者有多配合他吗？是。陈汉典最近不是代言了一个那个饮料吗？对。是可以退火的。啊。然后那个记者偷拍他之后呢？ 还拿着摄影机逼到他面前去说：“你是不是要再退一下火？”非常的幽默，汉典，汉典，你要不要再退火啦？哈，对，我女生会很可能他真的很喜欢喝这个饮料，配合啊，真的也是很用心啊，在这边感谢这位记者朋友啦哈。那你觉得他有退到火吗？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啊？什么 ？S 问你有没有退到火啊？有没有退到火啊？哈，当然这个饮料是蛮退火的啦哈。我也是女伴呢。其实到汽车旅馆里面可以做很多事情哈，有很多选项，譬如说可以进去。A 不是 A 进去拉肚子 ，B 哈进去啊吃炒饭 ，C 进去聊聊天。 陈汉典，我真的很惊讶你会带女友去 motel 哎，你为什么不把她带回家呢？那你觉得是女友还是临时的女伴呢？应该是女友吧。
女友她在我们节目一直假装是单身的啊，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低调，可能是她有偶像包袱啊，也没有，也不是，所以这次是那个女生有偶像包袱。这次跟你去 motel 的那个女生，跟上一次跟你去 motel 的女生是同一个吗？啊，是，你们一直去 motel 啊？啊，因为本身还是住家里面啊哈。所以哈，这个要注意。所以你一个礼拜去几次 motel？ 啊，应该不是说一个礼拜，应该是说一天呢，照三餐去啊，这样可以吗？要生气啊？没有没有，啊，不会生气的。要不要介绍美食？啊，当然要介绍美食。所以那个是毛血旺啊，毛血旺是。你要问的问题是？啊，当然要问问题啦哈，因为我们已经神经错乱了吗？我们神经很正常的，请问。汽车啊，因为今天是外国朋友啊，所以都要问一些有关这个英文的东西。哦，太好了。请问汽车会飞？猜一种饮料啊，请作答。是英文的吗？啊，是英文。啊，这个是有蹊跷啦。夏克力，汽车会飞？汽车会飞哈，猜一个英文哈，不，猜一个那个哈，是饮料吗？猜一个饮料吗？是英文名字吗？飞的。咖啡。康哥知道吗？咖啡吗？好，Olivia 猜咖啡是吗？答对了，咖啡，快，它会飞了，咖啡，咖啡，有没有吃东西？我是当你要，没有，因为我想先让你们退火，降降火气啦。怪异潮流机，小卫士当场发出惊呼声。有一个那个茶寮机，因为它的摆设很奇怪，它是有一个小茶壶，然后旁边有鸡。然后它的吃法就是你一口茶，然后一口鸡。富贵山楂都有，陈皮。太搭了，很香。茶叶是可以吃的，可以。那个茶壶也可以吃啊。